裁判员冯雅琪，记录裁判员史帅东，运动员王大双、任永刚。二号台裁判员何柱，运动员奚守新、杨航。三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赵云彪、陈志刚。四号台裁判员刘法恒，运动员杨如、刘鑫、山吉林。五号台裁判员孙树静，运动员奚宏宇、于婷。六号台裁判员王向，记录裁判员王汝昌，运动员石鑫、钱吉琛。七号台裁判员温龙，运动员王攀、乔凤伟。八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冯丽、陈强。九号台裁判员臧天一，记录裁判员何春梅，运动员张道伟、王旭。十号台裁判员薛浩，运动员江冬雪、张建刚。十一号台裁判员邢志，记录裁判员马高山，运动员张太义、孙宏瑞。十二号台裁判员吴梦哲，记录裁判员李博，运动员李鑫、黄兆坚。十三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运动员陈志毅、董秋军。十四号台裁判员王丽婷，运动员朱曙明、崔栋。十五号台裁判员刘媛媛，运动员董毅、张成雷。十六号台裁判员张兴禄，运动员刘毅、余光宇。十七号台裁判员王轩，记录裁判员刘向北，运动员李胜超、刘超峰。十八号台裁判员王鹏轩，运动员景耀、谢朝辉。TV 二号台裁判员刘东来，记录裁判员张少安，运动员王野、王鹏。TV 一号台裁判员蓝家花，记录裁判员赵子莹、李博远，运动员景思雅、张广豪。下面比赛开始。你好，景思雅。你好，张广豪。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李思雅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您现在观看的是中国石家庄2017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中国区域选拔赛第二阶段80-40双败淘汰的比赛现场直播。我是阿苏，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庆勇。张指导好。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河南的张广豪对阵景思雅。那么从比赛从今天开始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双败淘汰。那么乔氏排名第17-32的种子选手将相继登场。
比赛依旧采用140分钟限时抢13，双方轮流冲球。男选手让女选手后一球。单下刚好左边九号角度呢，是可以把这个花球啊稍稍往外带一下。效果还不错，而现在中带的话，11号是可以先下来争取叫一个比较好的10号位，把下面比较难叫位啊、难走位的这个杆球先打掉。十号的位置，因为左边还是有七，在后面衔接的时候呢，叫位也是有一些不太好叫，先打。略略是有点轻。角度有些留的大了啊，对，这杆球如果说再往左边一点倒也可以。张豪并没有选啊，还是觉得15号左边中带的角度合适。但是这个球就算你身高有，身下要小心了，而且是杆薄球啊，底带打进，中带是四在过渡时。不过这杆球是一个身材球，下面有球有点够。那看这个意思的话，张广豪应该是最后用10来过渡吧。但这个球是有点别扭，小心、对身下。哎呦，这个球很危险呐、有没有打？这个方向还是不太好判断啊，感觉上应该是差不多，因为这个白球跟五号球的这个平行的角度有可能是刚好够打，但是不太好确认。现场张广豪这个表情也是告诉我们可能是不太够，就是贴的比较死，就一点点缝隙都没有。还是不冒险了，那打这杆够直，低杆拉下去啊，小心不要掉带。啊，擦下白球。两位选手现在的乔氏排名呢，张广豪是第29位，而景思雅是第56位。在我印象里啊，就这么多年女子球员进正赛的排名前面的话，就是排名进32还是进16的，目前好像还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排名积分真的是不好打。
张指导啊，张广豪最近也是比较少的出现在这个公众的面前，所以好多网络上有一些这个流言蜚语啊，其实说对吧，说什么张广豪是不是不打比赛了，没有啊，他就是这几站的话一直都在打，包括前面的像连云港，连一直都在打，只是他这几次的比赛里边早早的在前面就输掉了，比如说在分站赛里边啊，单淘阶段啊或者双败阶段一上来就先输掉了，所以说后面呢大家没有什么好的机会跟时间啊看到他，看到他或者在 TV 台里看到身影。张指导也是辟谣了啊，人家不是没有打比赛，不是没有，肯定是在打，啊，一直都能看着的，只不过没看到而已。石家班的弟子基本上，除了个别人，就常见的像张广豪、郑宇博啊、石心儿、王攀啊，王攀基本上是战战必到的。比赛因为是很残酷的啊，而且高级别对抗，单淘阶段上去一场下来有可能就输掉了，双败阶段有可能还有一次输的机会，但这个比赛打到最后呢，你看到那些人肯定都是剩下的，但是前面有好多也是比较高级别的职业高手已经是被淘汰了。其实他们都是参赛的，是啊，只是过早的输掉了。这次比赛呢，也是咱们看到景思雅用这支球杆呢，是新签约厂家奥斯本兹的一款球杆。前面也是一直看了他很多年的那支，紫心木的啊，也是这种光把球杆，用了很多年。也是刚签约不久啊。对，大概好像就是这个月签的，应该。我个人现在也是用了一支光把的这个奥斯本兹球杆，打感还算好。看一看准度。基本上算到位，打六号可以推一库或者弹两库。这杆球呢，建议是走两库。为什么说走两库呢？走底下两角呢，向上呢，可以抓这个比较好的三号球线路。高杆一库呢，力量不要太重，担心就是走重或者走轻啊。应该还是上面走两脚，两库交黑八，因为是女子受让男选手后一球，对，最后这块就不用考虑，就是咱们俗称的让后一。但是刚才接着张指导的话说啊，张指导刚才说了，回顾这么多年，女子打到前三十二的人都是没有啊，就是这个职业排名里边啊，所以可见虽然是让后一，但差距还是很大，差距还是有的。嗯，这个职业排名里边就已经看到了，然后平时分站赛里能够闯进三十二强的，目前也就是景思雅和那个王野，还有石天奇，没有别人了，只是说闯进去，但是后面三十二进十六又输了。是的，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排名一到十六的已经入位了。三十二强吗？对对对，这个级别的男子球员让后一女子球员，还是女子球员很难打，主要是他不是说你让多少的问题，是你没有机会上场的问题，一个是上场，再一个中盘能力也会比你强，比如说全方面的差距还是有的。而且目前咱们看到的只是这些小将，其实在早些年间的时候都邀请一些国家队的女子球员过来的，早期也是中式八球的比较厉害的一些女将，韩宇啊，对，付小芳，刘莎莎都打过，他们也一样啊，对吧，后一也是输掉，
可想而知，现在这个中日八球里竞争有多激烈，而且男球员这个整体实力是多高了。那张指导，可能问一个比较这个私密的问题啊。嗯，说。我们知道以前的乔治杯的比赛排名赛是有女子比赛的。对。那么后来为什么到现在之后把这个男子跟女子合并了呢？为什么不单独的建立一个女子比赛？因为这个在赛事规划上跟那个预算上，包括整体的一些人员上，肯定还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精力的。嗯，明白。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嗯，你以前那个时候呢，报可能就那么几十人。或者有时候报，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能拿全国冠军呢，可能就那么些人。包括现在，如果打的话，我觉得女子球员可能报的还不是特别多。明白。而这种赛制现在尝试了这几年下来，倒还可以啊。如果以后在女子方面呢，就声势会再壮大起来，我想或许有可能。嗯。这杆球还是不太好，手好角度太大了。过来看看七号球上方十二号啊，七有没有打？黑八，又过头了。应该有下啊。张广豪的准度还是非常好的。对。简单打就直接推，底带好了。这叫十三不用叫太难。看这个架势要不要蹬两库啊？嗯，习，就是斯诺克球员啊，就斯诺克球杆的球员，习惯性的蹬两库，那这样感觉能把这个力发出来，这是个人习惯啊。扳回一分，比分1-1。三局第四亚开球，这杆中带啊很悬。在女子的冲球上啊，男选手是
中完球之后四颗目标球过开球线，而女子选手考虑到性别跟力量的问题是三颗球次过开球线。对，还有十四岁以下的男子球员，嗯，都是三球过线的，在没进球的情况下。白球，嗯，还好，运气不错啊。而且现在这个单色球局面是相当好，黑八还在球台中央附近。这杆球只要说白球打进之后出来，争取可以叫到一个中袋或者下方七都是可以的啊。上面任意一个中袋，一推过来，小心十五号跟黑八那位置。景思雅也是保持着咱们乔氏总决赛的一个记录哈。唯一的女选手打进这个通过选拔赛打进到这个总决赛，她是目前这个个人比赛里边算是闯入的正赛成绩最好的，嗯，全球的这个总决赛，对，唯一的一个国内的女选手女子球员。但可是我感觉就近这一年多两年来啊，感觉这个景思雅的这个上升的势头有一些减缓。本以为能够借到这打进总决赛之后能够哎继续往上走，很快的速度，但感觉突然间，从台球这个角度，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运动员台球是这样的，他肯定是有一个起伏跟过渡期的，嗯，有些人可能就像一个耀眼明星一样，直接一瞬间就上去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大部分人的这个个人天赋啊，或者是个人的这个势头啊，都不会那么猛。绝大部分人基本都是要有一个缓冲跟过渡期的。有一段时间因为你刚打比赛，然后那段时间呢，你会让大家在这个印象里看到你的不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你成绩不是你一个人一直在练球，对吧？对，别人也在练，对吧？那你的成绩可能就要稍稍的平稳一段时间，然后再过渡。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跟这个沉淀吧，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爆发的时候。嗯，你看丁俊晖也是一样，是的，他零五年打完了这个比赛的时候，赢了亨德利，嗯，中国公开赛冠军。哎，啊，七杆球第一杆太多了啊，那先看一下黑棒。左上角如果要搏杀的话，会不会够？嗯，只是这杆球，就是没想到会低这么多。对啊，稳一稳，关键球，这杆球能赢或者能打进的话，一定要争取打进，就不要考虑说白球 K 不 K 十啊或者怎么样。感觉他应该是想推，想推的话就直接往里推下好了。包了，嗯，还是刚刚那个话题啊。嗯，丁俊晖零五年在北京打完这个中国公开赛冠军之后呢，也是蛰伏了很长时间。其实这都是一个道理。丁俊晖已经是这么厉害了，那咱们中式八球里边的一位女将也是不会说那么容易出来。是的，你像很多人啊，这个塞尔比也是一样的，打了很多年，到后面才有这种世锦赛冠军。这比赛关键是竞争太激烈了。嗯。已经不像说以前很早的时期啊，潘晓婷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女子球员竞争不是那么特别激烈。有一个女球员稍微好一点点，她可能就会在这里边拔尖儿。看脚都可以轻推啊。张广豪也是对这个酷性控制上肯定还没有完全适应。还好这杆是一个较双位的白球位置，
关键十号球的一个准度，小心右边中袋。稳妥起见就推上去，叫十四也是叫中袋。刚才镜头给到张冠豪，整个站位还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正身位啊，踩线站位。但他现在明显是有些成熟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就反复性太多，就是比较纠结的时候站位。这次好很多，也就一两次，以前有些关键时候他会站七八次，一直是趴下去起来趴下去的，不是他这个年龄应该表现的。第三局张广豪胜，比分2-1。张广豪反超了比分，现在2-1领先景四亚。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比赛是140分钟限时，抢13。随着今天上午比赛开始，那么乔氏排名第17到32的种子选手在今天相继登场。上一盘也是这个景思雅后面一个叫黑八的简单球失误，希望对他这个不要有很大的心理影响。嗯，本身通过排名就可以判断景思雅排在乔氏第56，而张广豪是排在第29，所以说在能力上可能据张广豪来讲还是有一定差距。几杆失误放纵比分之后，很有可能是对自己产生怀疑，那景思雅现在需要平复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也是看到中球之后没有球可以衔接上手啊，比赛也是个长局，抢十三的比赛，抢十三的比赛。越是抢长局越考验耐心啊，张指导不能着急。你把自己投入到比赛里边，就时间会过得很快的。你要是老查着比分的话就煎熬了，更多的去想球，去投入到球局当中，这样的话也可以克制自己的坏情绪负能量。对，可能在那么一两局里边啊，或者几分钟之内，你肯定还是要回忆一下的，但是可以作为回忆然后想一下就可以了。比如是不是刚才出杆的时候忽然之间向下特别多杆头，然后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力量有点偏大了，后面有加速嘛，对吧，打第一杆的时候，这两点知道了然后就去想其他就可以了。中的还可以打，但这杆球角度有点偏大。算是调整到位，还有黑八要想清楚，用哪一颗球去稍稍把黑八的位置处理一下。现在这个四是不是可以足够低的低杆去向后带，而且带口还有球去衔接啊，
比较直啊，比较，你敢往回？嗯，出效果了。而且这个黄一号这个角度啊，还是不错。幺五，张宏豪也是过来看黑八，是不是要打左边中段啊？叫五号白球从下往上的位置，还是从上往下？心里要确认。这个杆球十二跟十四那个位置。在走位上还是容易起到一定干扰的，再绕再弹，还算在火力范围之内。感觉这一次张广豪在 TV 台啊，这个出杆的节奏跟速率比以前要稍稍的慢了一点，比以前稳了。嗯，感觉是在有意的控制。三比一，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登录中实八球网，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询其他的场次比分以及相关的赛事信息。炸球依旧有球进，但是目前啊，这几盘炸球里边，琼斯亚有两杆炸完之后都是这个位置，白球向上呢还是太多了啊。这种位置选球是有一定难度的。靠准度了，一杆大角度的薄球啊，看样子要换三六之间要选啊。你打三的话，白球是很有可能从黄衣右边走的，你打六的话，白球的走位方向肯定是二跟十四这方向。再弹黄衣，白球起来，五号就肯定是没有右上角。可以推两库，这个球顺势叫二，叫二号的相反地带啊。力量，哎呦，不影响出杆吧？嗯，应该多少还能打到一多半的白球。嗯，刚好可以顺势去挂这个顺赛啊。下中低杆走两库，或者高杆直接推一库，看白球能打到多大面积，还是可以打到比较正的位置，感觉啊，抬高杆尾了。实在不行就下低杆下右塞走两库，或者比较直，看看是不是要直接底杆。对，这个打法是很自然的，
你刚好露出那么一少半的白球，下这个旋转也是自然瞄就好了。这杆是关键球，打七要不要顶四？如果顶的话要顶正，不然的话就要下很低的提杆避过。因为是让后一嘛，所以五号就不用考虑。白球还是目前没有适应得了这个场上的这个走速啊。不行就叫底台啊，左上角。黑八也是一个道理，能拉叫中带轻点就可以，轻点点不住，往右上方稍稍走一点，黑八叫底带就好了。别强求，能点住就点住，点不住就叫底带。感觉瞄的时候就感觉有些信心不足。还是有点分神，前面那些白球没到位的影响他最后这一杆的出杆质量了。如果前面一只白球是到位的，他肯定是相当有信心打。这杆十三还是有机会向上去往下勾 K 的，看要不要去拼一杆。高杆不用下塞，打进自然的上方的底库，然后右边边库。还是有些收这个力啊。对，这个球他并没有想很大力量去，就是我不太会想把你五也带出来。十五号可能是够打的，就是左下角刚好现在画面上这个位置。放弃了啊，又换了。就是稳妥打法，我打不进。对啊，我不太主动的先着急把对方这个局面打开。现在留这个花球啊，这杆球应该要翻底，我感觉，然后做防守，防是肯定的了。为什么说翻底呢？刚才这杆球啊，就像他打过来这个角度，白球呢是可控的，然后翻底上去呢有可能要破坏对方四号，不过张豪这打法也是比较稳妥。不过十二呢，还是应该再轻点力量啊。还是漏了，
这个时候呢就显示出来这个后移了。对，我就跟你一颗就相提，我这颗是剪掉的，你那颗 是剪不了的。嗯，完全给了一个景思雅可以去轻推拼的啊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也有风险，拼不下推到屏幕上方的话，如果十号球挡不住九，那中带还是要漏的。这杆球还是有点两难，就是你推下了白球推到十号球上方了，你形成一个大角度打黑八，你最后也是挺难的。你还是打四啊，要发力了，高杆还是推。五号球的角度跟这个差不多，如果打进的话。张广豪这边也是点了一下，对对手这一杆表示称赞，对手打得好，我敲两下，就是一个这个时候心态是不一样。我跟你说，你不敲或者敲，其实就是咱们看面部表情，嗯，或者现场分析这心理，这个时候张广豪觉得就是有一种心理上的叫优势的这种东西。我不吝啬我的赞赏给对方，这心态就是绝对会高一个层次啊。不像有的选手啊，看对手打得好，自己愁眉苦脸的。这个个别吧，嗯。大部分球员一般就是我也没反应，不卑不亢，嗯，没反应。但是一部分对于台球的这个热衷程度。和这个欣赏和这个欣赏的角度不一样的话，他会有一些表示。有的时候高手跟高手过招是有这种感觉的，打段时间，咱们常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惺惺相惜，对吧？彼此欣赏。啊，这球打得好，他有能力，我防的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给推进去了，打得好，敲两下。对，看这杆啊，还值不值得张广豪再敲敲腿？很像啊，下边底带十二号啊，机会又漏了。最后可以用九号球叫黑八，打完十二打十，然后十五号向上，直接先蹬下来，看角度。你这杆位置的话，应该叫中段还是比较好叫的，白球不需要走太远。都顺势往上走。依旧啊，中高杆推就行了，推得深一点，这种球就怕力量小，叫一大反脚。这杆球呢，应该就是一杆两可球，可以推扣，可以第一杆轻搓。哎，静电了，应该是静电了，不然不会这么厚啊。咱们如果现在有回放的这个设备啊，那刚才肯定能看一眼。因为我们都没想到他这个球会失误，这个球打得太厚了，张广豪是不可能打这种球的。而且打完之后呢，咱们画面里能看到有一个小小的小旋转，目标球啊，肯定是静电。等于给了景思雅一个机会，景思雅扳回一分，现在是2-3，景思雅落后。比赛场地呢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师范大学体育馆，体育馆坐落在师范大学的东门，
观赛不需要任何费用，不需要任何条件，只要您有时间就好。整个比赛第二阶段80进40双败淘汰赛呢要打2天，乔氏排名第1到16的种子选手，也是继本次选拔赛第3阶段将在9月3号开始开球加进的一共4颗球次。第6局张广豪开球，今天也是9月1号开学日啊，在这边我们也是祝愿我们的莘莘学子啊，在新的一个学年学业有成，欣欣向荣。那力量稍显大啊。嗯，这个局面还是很开放、啊、对，局面相当好，3号球也是没挡左下角。够直直接低杆，角度还拉还是不小啊，交到这个位置，这应该不是他想要的位置，因为这位置白球想出去的话还是有风险，对，毕竟对方球在附近。那既然叫到这儿了，而且4号又在左边中带带口，嗯，还带了很强的反赛。对，就打球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职业球员是能不用赛的时候绝对不会用的，对，用赛会增加自己这个进球的难度啊。那这杆球中带四没有打，直接上方底带蹬一库，这球打得有点较劲了，跟自己上盘球有点生气的意思。这也是在这种方式当中呢调整自己啊，去释放一下。对，局面比较简单，打一打线路，发一发力，找一找手感。力量稍稍有一些大，不过还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想带张广豪4-2领先景思雅。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张指导啊，通过这个双方前6局的比赛，我有一个感觉，你说不知道对不对啊？这、嗯、感觉就是感觉景思雅在对阵张广豪的时候显得信心不足，有一些这个不敢做动作，有一些过于小心。嗯，是的，这就是球员之间的一个印象。比如说这位球员呢，本身是排名积分比较高，而且实力很强，
自己知道自己肯定会弱于对方的，这就是一种心理弱势的表现。其实这也是年轻球员成长中一个过程，由原来的可能是稍稍有一点担心，一点点惧怕，到后面慢慢的，我不怕你，我可以赢，也需要一个过程。对，两人相对比来说，张广豪进入咱们中日八球的这个时间要比景思雅要早很长时间。嗯。而且这个名气啊，积分一排名一直是要好很多，要靠前很多，并且这比赛是这样的，首先女子球员一上来就有一个受伤后衣，这个就是一个主动性的东西了，明显她心里就会觉得我比你弱一个球，对，规则上就已经主动示弱了。对，这个接力接得非常准，而且有意外的效果，把六号这边也是解开了，并且有机会呢可以去叫，哎，现在直接够打呀，应该是够打，这个，对，直接就可以打了，这效果就很完美了，轻没轻，这个球打得有点黏啊。嗯，其实可以带一些力，稍微的顶一下失误，他是觉得台泥太快了，嗯，张广豪一直在控制打，包括景思雅都是一样的，对，收着打。双方来对比的话，景思雅更明显一些，尤其是从那杆中带叫黑八，然后白球走那么远那杆之后，张广豪也是很熟练的再拿下一分，现在比分是5-2，领先景思雅。比赛随着第二阶段的陆续展开，抢的局数呢也比之前要增加了4局。那么今天的比赛是140分钟限时抢13。对，这个阶段排名10-32的选手一入位之后呢，咱们现在观球的质量也是提高了，对，双方的竞争的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激烈，而且之前通过附加赛以及第一阶段都陆续淘汰了很多的选手，是的，能留下来的啊，都是有晋级的心、有信心、有能力的。强强对话也会越来越多。张广豪这几盘球，一杆静电之后呢，也是打出一个气势来了。嗯，就像您之前说的。感觉张广豪这一亮相回来之后呢，成熟了一些，对，打球节奏上比以前好很多，关键是果断了，就是曾经我们在很早时候认识的张广豪或许又回来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嗯，早期我认识张广豪的时候他打球绝对没有那么纠结，但是从2015年的时候，就是稍微晚一点说了，已经就是2015年的时候，在福清
分站赛就已经开始有很明显的在站位上反复的不确认，站来站去，站来站去，站来站去，就那个时候已经是到现在2015年到现在有将近两三年了嘛。嗯，这个阶段其实是很熬人的，一个球员想打好成绩，出好成绩，打好比赛，但是有好多东西是在心里边的，对，一直困扰着。嗯，这回我觉得是挺好，也是一种修炼吧，自信也回来了啊，相信自己。所以有的时候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不光要有很强大的技术，你的心理的调整能力，看待事物的这个方式方法角度，都是决定你成绩的关键。心脏是最重要的。嗯，战王这边又是轻描淡写再拿下一分，现在是6-2领先景思雅。有的时候你这个技术水平到了，但是你心脏一直是不够用，也注定了你成为不了顶尖球员。是，看一看在局间休息之前，第九局第四样比分是7-2还是6-3。局面不错，单色花色均有球在带口，如果3号球左边中带，15号球没有挡住下球线路的话，你过来看，那应该单色球是比较好。这一盘景思雅很有机会啊，从两球之间穿过，叫红三右边中带，那看来9号也没有挡。嗯，今天这场比赛开局有点像昨天王野跟刘颖那场球，嗯，有相似，但是这个运动员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还是非常大。是，昨天后半程的时候，刘颖也是在白球控制上出现了很大问题，但今天张广豪的表现不是这样的。张豪本身自己在白球控制能力上就是很强，所以说景思雅在后面如果想把分数追回来的话，一定要自己打得非常好，尤其是冲球局上一定要拿分才可以，一定要爆发。对，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我赢下来3-6，对，只要到自己就尽量赢下来，然后对手有机会给他的时候呢，他也一定要拿分才可以，你得形成对他的持续性的压力。嗯，张广豪这位球员还是很全面的，像这种球员在他身上想去赢，就是他自己的主动失误呢会很少，你很难抓机会，除非你给他持续的高压让他先崩盘。而且张广豪现在这个球台的走速适应上已经是差不多了，两个球，一个简单一个难，但是难度那个叫黑八是最好叫的，就是2号球右上角，哎，舍近求远了。简单球呢叫黑八是有难度的，因为距离远。嗯，这角度应该能看到啊，就是既然叫到这儿了嘛，可以打一杆。我觉得以景思雅的能力啊，这个球打进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他有这个能力，不要怀疑的。下低杆，对，下低杆轻点，就是低杆不要太低，中低杆，力量不要太重，别犹豫。
自信还是不是特别足、啊、是的，这个台球是最忌讳你趴下去之后再平移再去调整的，如果感觉不舒服这起身啊没自信，这杆球表现很可惜啊，这个张国豪最难一颗上面十五，看这杆九的角度就可以上去直接调十五了，高杆不要太高啊，轻推可以，角度合适呢有把握就发力，没有把握就高杆推，教室四中带都可以，还是有把握，哎，没问题，这杆球力量让我想起昨天的那个王野的那摔带啊，王野那个比这还难，嗯，他这个角度还算大的，对，王野那是小角度掉的，走了一个唯一能摔带的路线，是不是第一杆还是高杆啊？看角度。直上直下过来顶到黑八问题不大啊，打进弹一库取来黑八左边了，一点机会都不给，张广豪依旧强势稳定的发挥，在局间休息，现在上张广豪是7-2领先景思雅，暂停之后我们回来，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即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比赛继续，第十局张广豪开球，一个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比赛回来，在抢十三的比赛，现在张广豪是7-2领先景思雅。本场比赛是整个中国区选拔赛第二阶段84-40双败淘汰的第一场比赛，胜者将进入到胜部，而输球的一方将跌入败部。这个胜部败部呢是连赢两场晋级到第三阶段，输球的一方还要在败部继续突围。这个居间休息时候呢，我们这边回来比赛，然后刚好是王鹏和王野那边也是一个7-2，但是这个分数刚好是相反的啊，刚好是分数相反的，王鹏跟王野的那个 7-2哦，王鹏现在是落后哦，就是这两台刚好相反，这边是女子球员落后，那边是男子球员落后，黑八，看左边有没有下，
如果左边有下的话，打二号、打七都是可以过渡。打七下第一杆下右塞啊，打二号的话直接是搓着右塞打中杆就可以了，没问题啊，底带有下。打七发力，一定要发力。第二落点的话，右边中带上方啊，就是他手下的位置，往上一点点。这个杆球失误也是很明显。嗯，张广豪开始布局。景思雅本场比赛已经不止一次在关键球的处理上显得信心不足、不果断啊。前面尤其是在一比一之后的第三盘球非常关键一杆，叫黑八是很简单的一个右边低杆，叫左边黑八中带，那叫大了。长台虽然 K 到了啊，很可惜没有 K 到机会，还可以再调整。看到这几盘张广豪也是打得越来越好，会不会去接力？接到了，二号再下来撞九，没得打了，最多是翻带啊，这个球上方可以翻中带，白球推两到三库下来，而且这个杆球是一个安全击打线路，嗯，能翻进白球在两到三库从大概前手架附近呢，在着库之后落下来，还是太厚了，要叫到九的话，有机会清台啊。这杆球运气还可以啊，二号球被九号、十二号挡住左下方底带的下球线了。七号球要想打进的话，第一白球贴边不好发力，第二个准度要求极高。这感觉很好防守了，轻打九，
落一个包边。嗯，白球最大限度啊，打这个区要打的极薄。这根球如果要攻的话，就控制好打进十二号之后白球顶九的这个位置跟力度，不能太重啊，这根球首先距离远肯定要稍稍给点力，然后呢在杆网控制上可以去用减速的杆网来打，白球撞完之后呢不要走太远，带了一些力看效果。嗯，中带油不算好这杆球啊，因为他并没有去用我说的这种低杆减速去控制底带，变成了中带就要求准度相当高了，如果是打反角的底带这杆球呢也是很难，低杆要再吃一库上就要发力，运气这杆球也是张广豪本场比赛个人的第四次失误。翻打有没有？好球啊！这次呀扳回一分，现在是3-7，暂时落后。嗯，这一分来之不易啊。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排球圈有料，或者登录中式八九网查询及时的比分以及相关的赛事信息。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在北京时间的下午14点整将进行第二阶段的下一场次的比赛。第11局，吉思雅开球。冲球啊，球形效果很好，但是没有球进，一个咱们常说的雷锋炸。
犯规了，好像是碰球了吧。其实刚才这一盘我觉得张广豪想的有些多啊，可以先上手推弹这个左边中带的十二号球，弹下来留个十五号球角度打上去，最后用十一走八，没有必要太去够着去先打十一，也可能是大比分领先啊，局面比较好，想打的稍微的开放一点也有可能。因为我们在导播间看监视器，跟球员们当时在场上的这种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迪杆横台啊，那这边是景思雅，真给机会啊。右下角一杆长台，角度还是比较正的。看准度。左边中带刚好够打，有点角度。打进推后弹起来，可以交到十五号底带。较直呢，地杆往回拉一点，黑八中带了。张广豪8-3领先景思雅。本次2017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中国区选拔赛比赛场地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师范大学体育馆进行，不需要任何的费用以及条件，只要观众朋友们有时间都可以来亲历比赛现场。一些力推弹起来，
台球，而下面的走位线路上接力吊带了。想得很好啊，打进中带之后再顺势把自己最难的这颗五号球化解一下。今天考验景思雅这个小范围围球的能力了。白球位置还是调整的不算很好啊，虽然说这五颗球里边是有一颗可以剪掉的。中带有没有把握？中带有把握的话，下低杆直接横移。对。然后叫花球的右边下方底带，那打十五的话，轻推倒是也可以，力量不要太重。别犹豫啊，想好了就按计划执行就可以了。算是调到位了，有角度继续低杆往回拉啊，同样是叫花球右下方底带就可以了，这种球最好别推。十二叫十三，现在推过来或者轻点。上听了。景思雅再扳回一分，现在四比八，暂时落后张广豪。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三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波茨杆，公学和中式八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第十三局，金思雅开球。开球时机没进球，这已经是景思雅最少是第二次了。就中带炸的时候呢，两个球向上稍稍高了一点点，然后其他球再过来撞，并没有说直接炸进中带啊。后面还需要做一些力量和杆把上的调整。如果实在不行啊，这个摆的角度可以稍稍变一变。
张永豪这边也是在看这个四号球。顶到再过来，还是把三挡了，这九号球还是没出去啊。而且你后面还有二号的悉尼交位，上方黄怡的准度啊，难度还是比较多的，能不能翻一个黄怡，白球走三库再下来叫三。这几杆处理的并不好，因为这个球是有风险的，并且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存在，就是你 K 球的角度跟你计算的效果是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还没翻进，三号是叫到了，算是。那现在这个局面上边，十号球跟十三这两颗球，有一个要放弃，就是现在已经是可以想清楚了，因为其他球位置都相当好。你是不是要叫十？你要叫十，十三肯定是不打的。然后你还有一个就是黑八的问题，黑八最好打的带就是左边中带和右边下方底带。是不是要留点角度打十一，稍稍带开十三？有没有这想法？就是你要带十三呢，就是给你增加自己一个多选择。虽然是我后移，但是我多一个路可以选。对。二次撞击，打到这儿的话别想太多啊，没 K 好，那上面十五再过渡好了，本身你具备这个能力。我看他现在感觉要防守了，白球还在走，看角度，下底杆可以叫底带啊，刚好左上角。继续高杆，从上面再弹过下来，非常有把握，力量还可以，能够到吗？小号把还是架杆啊？架杆了。好球，九比四，九比四了。张广好胜，比分九比四。
冲球也是没有球进。吴继刚，看一下是不是开球时机啊？还有就是运气还算好，景思雅选球上，这黄衣应该也是够打。但是现在白球贴库啊，这个力量不好发这个力，而且这杆教位啊就是比较单一的。哎，我说单一的意思就是推进去勉强叫二和叫六，没想到会用这么大的力量啊。他可能直接想推弹过来之后大家七在衔接吗？就这个打法这条线路这个力量是不太安全的。哦，好担心他八号球碰到三啊，往右边中袋来撞。如果说力量刚才呢稍微小一点，肯定中段还有衔接啊。看看运气怎么样，效果如何？有这杆大力 K， 运气是相当好啊，打进下面九，上面花球，继续交位。而且这个局面可以奔青台打了啊！中了，那底带吧。再来过渡一杆，然后规规矩矩向上，十一、十四、十二，身下小心球啊。白球不要推太多，一点点向下角度，推一库啊，还是直接低杆。张指导，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这个张广豪打比分领先了，而且呢，现在手感也上来了，有点跑着打的感觉了。对，踏着轻快的步伐，信心上来了。哎，球绝对是不难，但是这问题老生常谈。对，小后把是架杆，关键时刻够着打的时候一定要用。球绝对是不难的，习惯问题。其实景思雅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在场下，我会给他一些建议的时候，我会这样跟他说，就是如果你现在场上你不太好去控力的话，有些你在一库和两库之间选择的话，你可以把力量稍微发大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打呢不要收了，因为你越打越缩手缩脚的话，效果和这个准度啊，包括你自信上会越来越差，你不如就是放开了。你看刚才其实张广豪已经有些地方做的是非常好了，他有好几杆都是跑两库到三库，而且下很强的赛，就是完全我在适应和体验这个走速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把内心对于台泥这个快速的恐惧感排除掉了，已经
所以现在信心上来了，怎么打都有。而你越想收着打，就越想控制的时候，倒是越容易出问题。啊，直接中高杆登上去，或者是高杆弹两库啊。还好是顶了一个位置可以打啊，不然这杆球杆法太低了啊，小心白球别掉带，轻推推下。第十四局很惊险的一局，景思雅再扳一分，5-9落后张广豪。张广豪也是为刚才这一局啊，自己随意的一杆，随性的一个八号球啊，付出了代价。还是要严谨一些。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或者登录中式八球网查询相关的比赛信息以及及时的比分播报。比赛采用140分钟限时，抢13。也是考虑到自己啊失机的次数已经到达2次了，景思雅这一盘冲球还是加大了力度。这一盘冲球景思雅已经是改了，嗯，不是以往的这个收力打然后放中间冲杆炸了，已经是开始把力量和角度上稍稍炸球位置变化了一点。首先力量是变大了，然后杆法上呢不会说像以前中杆中高杆了啊。但白球运气还是不好，在这个上面将将贴库的已经算这杆最少3杆。是的，这种球一上来你选球就难，而且还不好控制白球位，缝隙中间看12能打吗？因为女选手被让后一嘛，那么这个最后拿掉一颗选择的路就比较大，选了一杆组合球，没有挡住。横三好像是有可能会下够下左下角，不够的话接力也很有大的可能。这球不好接，这个横三接12号是不好接的，从这个方向下来是不好接的。如果说你从这个14号的方向下来，嗯，那打黄一会不会去顶5啊？没有顶，先打进。张广豪的这个准度啊，相当稳定。目前来看，这么多场 TV 台了啊，最稳定的一个。而且他为什么叫稳定啊？就是他打完之后同样有白球，有控制在。就是你白球位，咱们总说台球台球。嗯。上一站的时候，我给大家稍微提了一下，其实打来打去，你打就是白球，白球你要通过这个白球去把这个球打进，对吧？要通过白球去实现走位，等于说你最后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白球要打得好。是的。光打进了没有位，母球位。是没有用的，你只是一个合格的狙击手，但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士兵。昨天其实咱们举例的话，刘颖那场球他后面的白球控制上就出问题了，对，可以用灾难来形容，就控制不住，掉不到位，总是靠准度去弥补。那你就打起来肯定是越打越难的，就很累。
那应该组合接力。没有接到的话，也能挡到袋口。这杆打得不好啊，看这杆球肯定是要奔双下打了啊，很准啊，这种球一定要打比较正，然后低杆带一点，继续啊，中低杆弹一库起来，再走单脚的二到位了，角度也合适，过来再看一看六号球角度，往前蹬一点还是往回拉一点啊，不要叫太直，很有经验，你后面还有个十四呢，对，停在那里说的就是这个，别扭的啊，有的时候很多的业余爱好者就光想着进了，来定杆最后来后斯诺，一定要考虑清楚。嗯，八球可以叫中带啊。那张广浩这一分啊，应该率先到两位数了。十五局，张广豪胜，比分九，张广豪领先。谢谢。爱跑强势进化，2.0版震撼登场。爱跑将1.0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使安装更加简便，外观更加轻巧。软件脱胎换骨，娱乐性更佳，全新界面，3D 互动，在线升级，精彩源源不断。
跑光影桌球，让台球更有乐趣。详情请致电400-6060-147，或搜索关注爱跑光影桌球微信公众平台，也可访问 en.i-pool.cn。 乔氏台球荣誉出品。第十六局，张广豪开球。十四号有没有运气啊？控球没有球进。因为是拿掉一颗球啊，单色球选择起来更简单。别看花色球带口多，单色球一号球可以不用打掉，不用管。看景思雅选择，中杆的推杆，推弹起来力量大的叫二，力量小的打六。这一般局面相对来讲简单啊，但是七号就要尽快处理。还是有点小，就这个台你打的你自己害怕，你知道吗？嗯，本来你是信心很强的，一上来一会儿走大一会儿走小，关键还是没有适应好。适应球台能力也是球手水平的一个表现。还可以，关键一个千万不要被十二号球挡住叫十五的这个位置，实在不行你就跑两到三步。简单打法就是倾听一点。俺是不是能推过来黑八叫右下方底台？可以的。看他这个架势，或许是不是角度大？应该。哎呦，不小。是吧？这就是视觉误差。就是实际画面跟我们在这个电视上看到的是绝对不一样的。对，我们差几公分都是小的。我告诉你，刚才这个球最少差十公分。咱们这个视角是高度在3米5到3米75，然后再加上一个小的三脚架的一个高度，将近4米的距离啊，距4米的高度去往上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判断是推是点啊，是蹬是拉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在选择，在判断。只有球员在打的时候那个角度才是最真切的。很明显刚才那一杆啊，对，差很多啊。我们看着的时候感觉很直，或者角度很小，你打起来镜头一转，哦，大多数这种球我都是凭经验来判断。是，景思雅也是扳回一分，现在是6-10，景思雅落后。比赛是140分钟限时，抢13。炸球终于也是起了一些效果啊，
前面一直是没调整好，景斯亚现在也是放弃了以前那种控制型的技术冲球，变成了稍微大力一点啊。那这个时候你能看到景斯亚基本不管白球去哪儿了，嗯，左边中带的话是很好选，还好下边十五号啊可以过渡。这个角度的来看一看，在后面衔接十啊，白球尽量叫十啊，叫的稍稍一点点向上角度，不要太大角度。稍显大，这杆球较直呢是很好较九，因为你后一对吧，较九较直的话上面十二号也是很好衔接黑趴，但是现在有点大，实在不行直接较十二号左上角好了。中带有吗？有下啊，下高杆就肯定是有下的。今天景斯亚这个白球啊控制不住，越打越远了。本来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正是反超的反攻的这个势头，总是再拼一杆吧。刚刚知道啊，王野是13-4，在另外一张 TV 台是战胜了王鹏，对。那么王鹏跌入到了败部。前面我跟王野叔叔刚才在比赛之前也是稍微聊了一下，嗯，其实这场比赛他是不太看好，就是王野可能会赢成怎么样的啊。王鹏大家都是很知道的，这位球员打起球来是相当严谨的，滴水不漏，就是你赢我会相当费劲，除非我自己出问题。那看来今天肯定是王鹏，还是说发挥不是特别好。是。而且咱们现在这个比赛里边啊，因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不像以前水平有时候差距比较大，现在女子球员也是非常厉害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稍微问了一下，我说王野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昨天晚上休息还算不错的。嗯。精神头到了。这边说着王野这杆张广豪的这个长台，这杆球准度是相当好的，是的，因为打着的时候他是比较放心的，一种安全的击打范围，这种打法啊，就打完之后白球推两步下来的，心里也会很放心，我不进你也不好打。嗯。相对比压力心里就会小很多。反包中带全来了，嗯，白球也到位了啊，够直就低杆，有角度就蹬。而第一杆啊，直接往回，弹一库起来，推一库呢是可以叫中带和底带都可以的。
推两库可以交中带。这杆球啊，虽然是叫到位了，但是白球太靠上啊。这也为什么刚才我说推两库。嗯，刚才这种球推两库叫中带的话，是跟花一会较近一点，而角度呢可能会更合适。但是你低杆和中低杆往上叫的时候，白球向上面底库的方向会比较大。张广豪准度调回来，11-6领先景四阳。18局，张广豪开球。也是定了定神。果然，张广豪这一次亮相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很稳。刚才冲球的时候也是定了定神，深呼吸。这一分很关键，赢下来到赛点了，对手这个压力就是有比较大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已经是放弃了。对。我就想打那个我下面的双败的第二场好了，那这一场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而且这一分拿完之后，双方暂停5分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时候景思雅如果在第三阶段再上场啊，因为不管是谁赢啊，肯定是要打第三阶段的。对，第三阶段再上场的话，还是要拼，一个是消磨对方，另外一个是自己要去练球。你不管是 TV 台还是什么，你在 TV 台上去练球，其实更有助于自己后面的一个水平的提高。你在 TV 台上打一场球，跟在咱们普通的大排场里边那个心态完全变化是相当不一样的。是的，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这球你可能输了，你感觉自己可能是伤了一些，其实这个伤跟收效他们两个是成正比的。你可能有时候你一直是沉浸在输球的里边，但是他对你起到的一个心理上的帮助也是一样。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明白，就是你伤的可能是比较重，但是你收获的东西也是一样巨大的。嗯，你后面再上 TV 台或者再跟别人打快速台，你等等再碰到像张广豪这么全面的球员，你会知道怎么打，你不会陌生，不会怯场，有经验。有些时候就是你成长的过程中，你就是要输很多场比赛。是的，交学费嘛。张广豪12-6率先进入赛点，官方暂停5分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比赛继续。谢谢。啊，这边也是因为可能双方因为是后面局数也是很接近分出胜负了啊，所以也是协商了一下，对，裁判也是同意，接着打了。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吉思雅开球。
又换回来了，但是加大力量啊，中袋没进，底袋进了。这杆白球杆法上明显是还是要控制的。前面广告之前呢，也是有个身影一晃而过，看到应该是景思雅的父亲。嗯，景耀已经是打完了，他也是跟咱们的另外一位中巴老将谢兆辉碰上了，13-5，打得非常快啊。当然，相比较而言，这个景耀的状态可能要比谢兆辉更好一些。嗯。其实啊，对于这些排名靠前的球员啊，他们忽然之间上场，对于自己来说呢，也是不一定有很大优势。虽然说排名有，但是而且不用那个前面打这个预选赛啊，但是后面突然来也是很容易输的。这赛场的感觉，对吧？台泥走速都能动。你就算是昨天晚上你来了，或者是提前一天来了，适应了一下台泥，但是跟上场比赛还是不一样心态的。多亏是双败啊。嗯。顶到黑八算是摘出来了，感觉说十也够打呀，就14没打啊，不好判断啊。对这个位置，说实话，我感觉可能是够。直接叫十，那这么打还真是。有点轻啊，再多走一点，因为多走一点，十号叫直的话，直接就可以叫14，然后打14从上往下叫黑八。但是现在你打十是白球向上的，然后你再打14从上往下叫黑八，是下面有球的。实在不行就直接啊底带吧，然后下低杆横台向屏幕右边走，发力蹬啊，再或者就是低杆往回拉一库，也是比较夸张的打法。最好打的就是6号球，是不是底带稍稍发点力往前蹬一点啊，相当直。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在北京时间的下午14点整，比赛继续，而且下一场 TV 台是两位风一样的男子啊，一个是白龙，一位是山红雨。下一场 TV 台的比赛肯定是进攻大战，一顿的快打旋风。关键是看后面的黑八了，前面应该是两颗球难度还是不大，嗯，稍稍带一点低杆啊，白球就要贴库就行了。没有问题，那恭喜张广豪战胜了景思雅。朋友们，那我们稍事休息，下午14点钟再见。好的，下午见。